什么呢？这就是背了半个脸的。打败你的不是天真，是无形。冲击等战斗有限，你比一等一点不值得好。咋还震动了呢？喂，媳妇儿，想我了？想我你也别来摇。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？我怎么跟你说呢？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！哎呀，啊，所有人都得仰视我，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。哎呀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，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。嗯，哥，哎呀，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？哎呀，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，我要告诉他们，怕家里惦记嘛。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，万一起风了，马上躲避，听没听着？听着了，兄弟们，开工喽！好嘞，好，非常好，漂亮，妹儿啊。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，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，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，你知道不？不是，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，我都容易憋过去。妹儿啊，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？我想我老公呢呗。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？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，我帮你找老公，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？那你找着了？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？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？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，他是太子啊，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？你就没按活着的找？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？啊，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？蹲两天呐，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。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，今儿领我上哪儿啊？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。哎呀，妹儿啊，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，那全是套刷啊。哥呀，哎，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？没有啊，我都听人说了，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，要不然这大老远的，我能投奔你吗？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。我知道，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，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？那实在亲戚。哥呀，又咋的了？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？这要是走下坡路，我这个家可咋整啊？妹儿啊，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，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。对，不是那什么，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，你是不是饿了呀？那什么，你呀先垫吧口吃的，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、五金店啊、擦鞋铺子、找刷子呗，还能干啥呀？我哥。哎呀，这都啥时候了，我哪有心情吃啊？抓哪这么干吗呢？哎呦我的妈，这是哪儿啊？你别过来呀，你可千万别伤害我。大姐呀，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，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？我不管，你别过来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可克夫，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，到现在都没找着呢。白哥，你别叫我。妈呀，媳妇儿你咋来了？你别过来。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？媳妇儿你看我是谁？老公。媳妇儿。老公。喂，啊，头啊，头啊。我进人家了，安全安全，
等这阵风过来再干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好嘞。给谁打电话呢？我们头。头啊，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。是啊，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。嗯，反这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。走。干啥去？去你该去的地方。媳妇儿，我都进人家了，我不能这么走啊。对，但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？媳妇儿，你说啥？我咋蒙圈了呢？蒙圈了，自首去。谁呀？你咋的了？自首去。谁呀？你咋的了？我让你自首去。谁？你我呀、啊、咋的了？不是我咋的了，你让我自首啊？媳妇儿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？我太知道了，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，你啥人呢？啊，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，俩溜搭四个溜出，给老太太都炸哭了。行了行了，媳妇儿，你别说了，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，我也不怕你惦记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我是蜘蛛人。啥玩意儿？蜘蛛人？你吐个丝儿，我看看。我吐我吐什么丝儿？我吐丝儿啊？我呀？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还蜘蛛人？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？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，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，新闻上都播了，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，他们弘扬了正能量，那都是救火英雄啊。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，你瞅瞅你胖的，我踢你屁股的眼袋子都哆嗦了。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？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，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。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？我是啥玩意儿？你自己看。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。哼！你看，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。拉倒吧，我啥蜘蛛人啊？我都不会吐丝儿，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，给老太太都炸哭了。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？谁呀？你咋的了？怀疑我？谁呀？你我呀？啊，咋的了？你给我上一边去。行了啊，差不多就得了呗，我还没跟你生气呢。你跟我生啥气啊？你瞒我？我你瞒我？你瞒我了？我瞒你咋的？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？喊啥呀？我喊咋的？我生气。你别生气了啊！我就生气。娘，你别生气了。就生就生，生吧，反正政策也放开了，想生就生吧。你老公，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，别一见面就生气。哎，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没有。仔细看一看呢。你刮胡子了？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？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？是这事儿我能忘吗？最后我输了，定的谁输谁要你吗？那你还娶我，你图啥呀？我图伤悲，图啥？行了，别生气了啊！我给你蜘蛛人站啊！上一边去。哎呀，你推我！我推你咋的啊？再推我一下子。推了。你再推我一下。我推了。你再推我一下。我推了。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。笑了。老公、嗯、我好不好看？说真话说假话。嗯，先说假话。不好看。说真话。真不好看。哎呀妈呀、啊、咋的了？哎呀妈呀，完了、啊、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。咋的了？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，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。说人话。本来盖卡秃噜皮了，给我上一边去娘。完了，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，这是逼我放大招呢。
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，最美的时光遇见最美的你。我的生命里有你才有意义，在这世界上你是我唯一。妹儿啊，哎呀，唐伯顿来信了，说让咱俩去浇刷子去。哎呀，你是谁呀？哎呦我的妈，大哥啊，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，他就是我老公啊。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，人家上天了。不是那个大哥，我媳妇蒙圈了，蒙了。我呀是高空清洁工，我在楼上正干活呢，突然起风了，没招了，就爬咱家来了。一进屋，这不我媳妇吗？那玩意儿，他谁呀？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。对，大表哥呀，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，他老公。啊，实在亲戚啊！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，他说的就是你呀、啊！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。哎呀，大兄弟呀、啊，可算找着你了！你是不知道啊，没找着你的时候哈，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。是啊，这回找着你了吧？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。嗯呐，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，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。你说就我这心里头，你说还不好说。那啥哥，哎，我知道不好说，你上那边说试试。哥在那儿说是不是得劲多了啊？我多余了是没有。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，你俩先唠，我去定个地儿，咱们好好庆祝一下。行，等会儿。哎，老公啊，别让哥花呀，哥拿500块钱。多少钱？500。400块钱？你要300块钱干啥呀？我兜里就200，我最多给哥拿100，先付10块钱首付。哥，你可拉倒吧你！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？这都容易找不开。行了，你也别搁这待着了，咱俩呀点菜去。哥，拿着，10块钱也是钱呢。你老公啊，你咋那么小气呢？这是小气吗？这是抠。我不抠点，拿啥往家寄钱呢？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。我宁可不数钱，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。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，老辛苦了。媳妇儿，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？啥首饰啊？就这个呀。啊，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，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，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，那种感觉像朋友，像家人，像一个村的。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，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，我认为我值了。老公，我给你俩。你跟我回家呗。哎呀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老公你看，阳台外面下雪了，真美。你想啥呢？我在想我白擦了。哎，媳妇儿你等着，我给你个惊喜。惊喜？哎，放下来。老公你要干啥呀？媳妇儿啊，把手给我。把手给你。来、哎、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大北京。
为什么呢？没准就是背楼半只脸的。打败你，这不是天真，是无心。冲一动，再动，你比一走一天过得好。哎呀，别退货呀，亲呐！是因为那个差评的事吗？哎呀，喂喂，那都是一场误会。你放心，亲。喂喂喂，那个我保证，亲。喂喂喂，一个差评耽误多少事儿啊？今天我非把它消了不可。202就是这家。是你，小豆包，大漂亮，怕什么来什么，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？道什么歉呢？咱们四合院拆迁那天，你的鸽子组团在我车上拉肚子的事儿，5年前的事你怎么还记得呀？不就在你车顶上拉点粪吗？你擦擦不就行了吗？我开的是敞篷车。更要命的是挡风玻璃上全是雨刷器，这么一刮抹的那叫一个均匀，出胡同口我就撞一三蹦子上了。什么？我那三蹦子是你撞的？这三蹦子是你的啊？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怎么不在上面呢？我找这元凶整整找了5年了，没想到原来是你。哎，你说你讨厌不讨厌？我讨厌啊。咱俩一个院住了30年，你每天早晨起来练唱歌，中午练霹雳舞，晚上敲架子鼓，生命不息，你是扰民不止啊！我都纳了闷了，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你有个正经工作。我办架子鼓培训班，这不算正经工作吗？哎呀，你那个培训班办的6年就一个学员，那人还是你媳妇儿。我还唱歌呢。哎呀，你那个歌唱的跟吃了塑料袋似的。哎，那我跳霹雳舞也挣钱呢。哎呀，你那个霹雳舞跳的离远了一看还以为衣服件疯了呢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不是找你呢，我走错门了，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消差评的。什么差评啊？网购是那差评，打电话他不接，发短信他不回，非得逼我亲自上门来求他。哼，再见。不，再也不见。留步。不留。我就是王铁塔。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？怎么了？大夫说我缺铁。那个大漂亮，对不起了啊，看在咱们30年老街坊的份上，你就把那差评给消了呗。我要是不消呢？你要是不消的话，干嘛？用炮轰我呀？我哪敢轰你呀，你不轰我就不错了，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。哎呀，你看，塔哥放一巴，铁大亲我马，怎么念的？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。这是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？这个我给你挂着啊。你别给我挂，你别给我挂，你别给我挂，你挂你挂，得，我这就算挂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大漂亮。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，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，那是灭顶之灾呀。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？小事儿。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，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？颜色错了可以换吗？换，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？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？我明明订条黄裙子，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？颜色错了可以换吗？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？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？我明明订条黄裙子。停停停停停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别绕得我脑袋都疼。
大漂亮，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，我给你们家干活，我干活我。你擦两下灯，我就答应你。我是阿拉丁啊！你们个别开网店的，太不靠谱了。夏天，我买了一件游泳衣，绿色的，下水它就掉色了。我刚游了半圈，就听岸上有人嘀咕：“嘿，瞧那大姐还游呢，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。”嘿，质量太差，应该给他差评。我善良，我忍了。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，声控的，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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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亮着，亮一夜吗？后来我换了个口令，它灭了。你喊的啥呀？老公，拔插销。太坑人了，给他差评。我善良，我又忍了。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，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，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？啊去，不能再忍了，不忍我怎么办？给他差评。对，我就给了他差评，痛快。然后呢？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。那个大漂亮，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，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。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，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。谁老年？老年轻，老年轻，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。我还是老年吧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。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那个什么，那个大漂亮，嗯，这还有几句话你念念，澄清一下。啊，麻烦了啊，麻烦了。来来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开始念。我是买家王铁塔，近日错把差评打，分不清楚紫和黄，只因我是大色盲。讲究，讲究人。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？摁绿的。摁绿的，你干嘛摁红的？只因我是大色盲。你是故意的，对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诚心的。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。那个喜马拉雅，嗯，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，我让你赶不上飞机，你信吗？比赛就在楼下，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当心我要你好看。那你多余了，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。好，既然你这个态度，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。什么时候消，什么时候我走。哎，嘿，耍无赖是不是？哈，成，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，我投诉你。能咋的？关你网店。哎呀，大漂亮啊！大漂亮，网店不能关呐、啊！别走，你要关我就那个。你套袖掉了。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。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？你太乐观了吧，还惦记差评呢？啊，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。我也不投诉你了。太好了，我报警。别报警，别报警，我走，我走还不行吗？蔡队长，真是，冤枉！哎呀，哎，小高主任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怎么了？我能不着急吗？您这衣服您热了。我这，我这，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。哦，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。哎哎哎！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，结果送来的全都是叉叉叉叉叉叉叉 L 号的，这一穿上，大妈全变大麻袋了，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大麻袋怎么办？冷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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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回去，稳住大麻袋啊，稳住大妈们，我来想办法。哦，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嗯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一点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跟我老伴打电话。两个老伴儿。这个时候，老伴，这是我儿子，
老伴儿，稍等一下啊，儿子，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，交给你妈。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，火速送到喜马拉雅。什么爬不上去啊？送到喜马拉雅小区。儿子，这事儿十万火急，老伴儿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，快执行我的命令，搞定。嘿，电话通了吗？你初一呢吧？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！来来来，你赶紧坐下坐下。干嘛？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。你会吗你？哎，我会吗？呀哟，还随身带着针线。嗯，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？啊，啥活都得会干。小心别扎着。我不怕扎。我怕你扎着我。哎呀，哼，就你这个人吧，捏捏哎哎。就你这个人呢，你哎哎哎，你这是放风筝呢？你把那线弄短点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这样不省事儿吗？哎，就你这智商，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。不止打包，我还打字呢，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。就你，打字特慢吧？想打个新年好。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。打字慢是次要的，关键总打错别字儿，闹出老多笑话了。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，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，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。这不逗着，我给你讲个逗的啊。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儿相中了一套衣服，他往银里没有钱了，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，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。这个也不逗着，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。还有一回啊，不是我还没说呢，你笑什么呢？随时吻我。哎呀，这反应有时差呀，这反应。哎呀，哎呦，笑死我！不管怎么说，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，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以前是成天混日子，越混越没劲。现在呢，啊，虽然真的很累，但累得非常充实。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，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。没小心，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。哟，谁这么讨厌呢？哟，我这么讨厌呢？哎呀，这也不能完全怪你。首先是我们的错误，我再次给你道歉，大漂亮，对不起了啊。活到付款。哎呀，火星的时差呀，这是。蔡队长。太吓人了。蔡队长。哎呀，躲过一劫呀。怎么样、哎、太神奇了，咱们的服装都解决了啊！有一个阿姨呀、送来了八套特别漂亮的礼服，这一穿上大麻袋又变回大模特了。蔡队长您太厉害了。不是我厉害，是他厉害。哟，这还有一人呢。小豆包，这个差评我给你消了，不光是为衣服，更重要的是为你这个人消差评，而且以后我给你网店免费当模特。太好了。比赛马上就开始了，蔡队长快走吧。对，用不用我陪你去啊？不是，我到时候我可以照顾。那个，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老邻居在里边呢。哦，对对对，不，人呢？什么时候走的呀？哎呀，差评消了，鼻子肿了，等我一会儿。哎呀，为什么呢？这是黑龙江的脸呐！打败你，这不是天真，是无邪。冲击动力，战斗机动力，你比一整一天过去的好。老婆
我到家了。你又去哪儿了呀？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？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，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。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，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？你看你看，又来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们公司的员工啊，外地的居多，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，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。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？得了吧，你暖男，你有咱家冰箱暖吗？我跟你说，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，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。正好开个养鸡场。哎呀，别拼了，赶紧修吧，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。哦，对，我得抓紧修，修完呢赶紧走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快递小乔走上台，大年三十我取件来，乔装打扮添喜气，祝愿大家好运来。不说了，我得干活了。谁呀？啊，我还有批衣服要进山区，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。姐，新春快乐！哎呦，小乔，怎么这身打扮呀？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？真有心，要不说啊，你是优秀员工呢。哈，我工作呀必须严谨。来，小乔，快进来。哎，赶紧啊，帮姐把这个打包了，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。好嘞，姐。什么声？这冰箱怎么这动静？是不是坏了？正修着。别！哎呀，你是送快递的啊？穿的像唱大戏的。你是修家电的啊？我看你像张飞变的。哎呀，兄弟，你聊天挺会抓特点的。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？您这不也没休息吗？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，只要客户召唤，必须马上出现。说的太好了啊啊！辛苦了，来，等一个，你给我退！干啥呀？你干啥呢？我喝饮料呢。从哪拿的呀？冰箱里啊。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？你要是修下水道的，那里面东西就随便爬了呗。兄弟，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？不是埋汰，你喝人饮料，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？我还用打招呼吗？哎妈呀，你多傻呀，大大咧咧的，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？你说你这人，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，然后你说我……啊，行啊，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，这事儿啊，我替你扛了。他替我扛了？我明白了，他呀，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。兄弟啊，跟你说实话吧。我呀，其实是小强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啊，我跟他说两句话。你冰箱修好了吗？没有啊。没修好，聊什么天儿？赶紧修，修完好走啊。啊，修修修。小强，来，还有一箱。姐，啊，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。怎么了？刚才渴了，没忍住，搁冰箱里拿瓶饮料，给喝了给。小强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。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，随便喝。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。大过年的，跟你瞎客气啥呢？快点修！小李逵，不是张飞吗？怎么又改李逵了呢？这不都有胡子吗？看着没有，关系不到别喝饮料，关系够铁才能叫姐，明白不？哎。听这意思，他俩关系挺铁呀、啊，不是一般特殊啊！哎，那我倒要问问了，怎么个特殊法啊？你想知道啊？啊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说，我跟你说得着吗？这人，你说他是咋回事呢？你不说吗？啊、我憋不住。是这样啊，我负责这片小区，我姐呀、啊、是个爱心志愿者，经常寄件捐东西。熟了以后啊，我每次一来，我姐就给我倒杯水，给我拿条手巾，让我擦擦汗。哼。没听出哪特殊了呀？嗯，这还不特殊啊？这说明啥？知道吧？啊，这说明啊，我姐心里有我。哼，她心里有你？不光有我，还有很多人呢。啊，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，要不然呢，能献那么多爱心吗？啊，那倒是。可惜了，这么好个女人呢，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，可惜了。
不是兄弟，哎，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？哥，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呀、啊、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。那就对了。妈呀，不严谨了啊！哥，你是第二个。第二个？对。那头一个是谁呀、啊？想知道啊？我跟你说啊、哎，我跟你说得着吗？我。他是咋回事呢？我就知道你得回来。我憋不住，憋不住。哎，快说。那天呢，我过来收件，我姐一开门呢，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，赤裸裸的。妈呀，又不严谨了，还搭了条浴巾，那个有什么用啊？那个不是。后来我一打听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。你看你不说清楚，邻居过来，邻居也不行啊，邻居啊，不是。人家的理由贼合理，家里热水器坏了，上这洗个澡。他家热水器就爆炸，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。是呢，后来呀，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。他妈，他还给抱走呢？对呀、啊，一个两岁小男孩，这么高吧，横竖一边宽，体型跟你差不多。跟谁差不多啊？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，你吓我一跳。吵什么玩意儿啊？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？是的，是的。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。不用你说我，就怨你在这瞎打听。不是我瞎打听啊，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，是吧？哼，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，我还件件跟你说呀。兄弟，怎么样？你看哈，刚才哈，经过跟你的攀谈，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。必须的，哎，那你再严谨点，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儿？你想知道啊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姐，他偷懒偷的更是外边。你说完我，你等，别，这，哎，这是个什么形象？啊，在这，你个别，我这什么意思？啊，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？不行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。我说小沙僧，啊，不是张飞李逵吗？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？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。哎，你修你的，你甭管我，来，你修你的，我问几个问题。来问，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？妈呀，这冰箱啊，坏了得有半个月了。哦，这过年吃饺子，你喜欢吃肉馅的，喜欢吃素馅的？素馅的，肉馅的太腻了。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？水灵。相当水灵，看没看着？果然对我姐有所图。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。小乔，哎，来，最后一箱，打包算账。这，你放啊，姐过来，我不能走。为什么呀？这冰箱修不好，我就不能走。啊，冰箱，哎，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，什么时候能修完呀？不行了，今天修不好了。你说什么玩意儿？小宝玉，啊！这回不严谨了啊！张飞、李逵、小沙僧的都有胡子，贾宝玉没胡子。我知道贾宝玉没胡子，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。你这不闲的吗？你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：第一条把冰箱修好，第二条姐换人。啊，换人咋的呀？你知道这咋回事啊？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。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？犟嘴是吧？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？我干啥了？好，就你这个人品，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。姐啊，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，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。怎么的？哎，怎么了？不是，小乔，他喝瓶饮料怎么了？不是姐，那不光喝饮料事，对，他对你有所图，他说你长得水灵。哼，他刚才一问完，我自己啊，你没说，那叫人收去，你也收去。姐，你可以乐，姐，你别，不是姐，这人还好撒谎啊。我问他过年吃饺子，你喜欢吃肉馅喜欢吃素馅的？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。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，他能不吃肉的吗？这也是个理由啊，这个。姐，我告诉你，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，知道不？啊，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，就不是个好冰箱。这，我又成冰箱了呗？我告诉你，冰箱，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，
一旦进了客户门，不能拿钱就走人。只要客户一召唤，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。你别扒拉我摆造型呢，我是她老公。你喝酒了是吧？是不是喝了你啊？他说你是她老公。哎呀，他是你姐夫。你听着没？我姐都戳穿你了，说你是我姐夫。完了，你说你是人家老公。刚才进门就喝饮料，也没跟人打声招呼，整的俩是两口子这。人俩是两口子。哎呀，哎呀。小乔，这事儿怨你姐啊，这不是姐，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？啊，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？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。我是癞蛤蟆呗。不是，我姐是朵鲜花，插我身上了呗。我姐是个好白菜，让我给拱了呗。不是，哎，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不是我配合你，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，不接我浑身难受。哎呦我今天呐，太不严谨了！我现在的感觉呀，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，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。妈妈呀，快给我抱走吧！哎，小乔，不行，我待不下去了，姐，站住！我告诉你，小乔，你吓到人家了吗？对不起，老婆，我着急跟他说事儿。有话好好说嘛。是是是，小乔啊。这事儿啊，真不能怪你，姐夫啊，还得谢谢你呢。通过这事儿啊，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。你姐一个人呐，真是不容易。嗯，老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。这还差不多。要不小乔啊，都把我当坏人了。没有姐夫，我别说了，你呀、啊，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，她想来当老公啊，肯定比你强。那是必须的，那是。你要给谁当老公啊？哥，你看你，我给谁当老公啊？我连个对象都没有。哎呀，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。啊，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嗯，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？除了说话不太严谨，其他都挺好。哎，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。啊、哎呦，我姐，谢谢你了。姐，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？哎呀，跟我像什么呀？那是你姐夫的妹妹。他们俩呀。长得是一模一样。就这么定了，妹夫。哎呀，妈妈呀，快给我抱走吧。妹夫，小乔，喂，为什么呢？他拜你这不是天真，是无心。公鸡懂，蛋懂，你比一总一点儿不得好。蔡阿姨，院长，我正练舞蹈呢。哎呀，您先别练了，咱敬老院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有一个老头啊，失忆了。嗨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我年轻的时候，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。关键是这老头啊，记着自己有老伴儿，但是忘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。找不着老伴儿，他就不吃饭，三天了，喂他什么他都不吃，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？吃我呀？不是，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，劝他吃饭。哎，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，干嘛非得我去啊？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、你看啊，温柔贤惠，张大妈去，身体健壮，李大妈去，关键是特别漂亮，扶我起来。您同意了。没办法，颜值越高责任越大。哎，
来来来了啊！你好，请问你是我老伴吗？不是啊，你失忆了吧？快坐快坐。你好，请问你是我大老爷们儿啊？你潘叔潘叔潘叔站住站住潘叔，哎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干啥呀？潘叔，您先稍等啊，您稍等。蔡阿姨，您看，就是他。扶我回去。为什么呀？就他当我老伴儿，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。蔡阿姨，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。好吧好吧。潘叔，哎，您看这是谁？你好，我是你的老伴儿。你可拉倒吧，你不是我老伴儿，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。这不是失忆，这是疯了。再见。哎呀，蔡阿姨，蔡阿姨，她失忆了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切，还比我漂亮？就她那模样，还能娶个媳妇儿？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她。不是我这模样咋了？我这模样咋了？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，不像吗？像一半。哪一半？翔。你，院长，他说什么意思？好尴尬呀。蔡阿姨，咱们继续吧。他没救了。哎呀，您再试，您还没尽力呢。好吧，好吧，给我吃一口吧。不吃。我尽力了。哎呀，蔡阿姨呀，您稍等啊。潘叔，人都说是您老伴，怎么还不吃啊？不对，有瑕疵啊。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，我就考考他。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，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。好，蔡阿姨有希望啊！希望也是渺茫的。哎呀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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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问你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？铲驴粪。盗墓。啊啊！挖出一头驴。哎呀！又给活埋了。哎呀！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？总不会是铲驴粪吧？对了，你说对了，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，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。请问为什么？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。蔡阿姨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说话？他说对了，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，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。我救了你，对，你娶了我，没错。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？院长，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，说话太气人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这咋的？哎呀，蔡阿姨，你看这是饿的，再不吃饭出人命了。哎呀，我这样，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。好好好，潘叔啊，您换一道啊，就你们两个人知道的题，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。对，当时我们家不同意。哦。当时是你们家不，你们家还不同意？是他妈妈不同意。当时啊，是这样事儿的。儿啊，你喜欢他什么呢？长得好看啊，长得好看呐。那姑娘啊，你喜欢他什么呢？长得好看。蔡，你在干嘛呀？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。蔡阿姨，您注意态度您。你快点吧。啊，儿啊，常言道，丑妻才是家中宝，长成这样的肯定跑，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。妈，我也想啊，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。潘叔，咱不情景再现的吗？后来呢？我妈不同意。咦，咱俩私奔吧。好吧。咦，咱俩分头私奔吧。站住！院长，私奔带分头的吗？潘叔，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？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，老伴来送您，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，您假装出门。好。蔡阿姨，您送一送吗？我得送他。对对对。走你。那啊！哎呀，潘叔没事吧？
蔡阿姨，温柔一点。结婚第二天，结婚第二天，对。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。临别之前，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？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。哎呀，我去，整得挺浪漫。咋一股烟味呢？哎呀，你谁呀？儿啊，妈也过来送送你。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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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。不是，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。快说快说，拥抱啊！真的，怎么能过去了？过来，咱们换一道题，换一道题。行，那我再考考他。嗯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？我跟他还有一儿子，那得长成什么样啊？妈妈，对，就这样吗？老公长得这么小，儿子长得这么老，让我失忆好不好？妈妈，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？妈妈，我不想去幼儿园。儿子，你三岁了，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。幼儿园，妈妈，我怕他们欺负我。儿子，不要害怕，向爸爸学习，要学会用智慧。对，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。他出去放牛，怕牛丢了，就想出一个好主意。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。对了，你说对了，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哎，您怎么知道的？我哪知道啊，我就痛快痛快嘴。他好混。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？相信了。吃饭去吧。走，跟我一起回家吧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我老伴吗？古人云，老伴归老伴，别老在一块儿。院长，解释一下啊，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？你那啥，那我问问啊。蔡阿姨呀、啊，这回我真的尽力了。蔡阿姨，咱敬老院连续三年的最佳敬老院了，潘叔要饿坏了，咱们这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。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。不行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。妈妈，好，我再坚持一会儿。我不吃饭，好好好，我饿死算了。潘叔，他跟您开玩笑呢，他就是你老伴。不对，有瑕疵啊！我再考考他。我问你，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？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？让葫芦娃给揍了？88年我下海经商，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，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。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，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，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，那鱼高兴的上蹿下跳的，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，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。你那鱼不是死了，是熟了。可是我的钱都没了。钱没了，人还在呀、啊，下回争取啊，钱还在，人没了。不对吧？媳妇儿啊，我现在身无分文了，是个穷光蛋了，咱俩离婚吧。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。别这么说，你原来也是。给你，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，你拿着吧。不行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不能要。拿着。不行，这是你的东西。什么你的我的，连你都是我的。心若在，鱼就在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对了，对了，88年你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老伴儿啊，你终于想起来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哎呀，我好激动。你干什么呀你？我有老伴儿。对，就是我。呸！咱俩才认识5分钟，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。
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，他拉着我就私奔，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。这是我老伴儿，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，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，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。得，坏人是进不来了，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。这是我老伴儿，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，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，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，那糖是冰凉的，可我这心是滚烫的。这是我老伴儿，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，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，有个坏人要欺负我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，坏人吓跑了，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。这是我，老伴儿。当你老了，手发白。没错，老伴儿，失忆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你都失忆一年了。对，从那次意外到今天，已经整整一年了。在这一年里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，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，你马上就昏过去。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，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。院长啊，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。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一天想不起来，我陪你一天；你一辈子想不起来，我陪你一辈子。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。你为什么不吃饭呢？你饿死了，我欺负谁去啊？老伴儿。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，太不容易了，您终于恢复记忆了。是，你谁呀？这位是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儿子。坏了，又乱了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，这就行了。好，老伴儿，喊什么呀？我又没聋。你爸太粘人了。老伴儿啊，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，院长没少帮忙啊。是啊，儿子，咱们谢谢院长去。哎，潘叔，好尴尬呀。哎，继续配合。哎，好。妈妈。哎。爸爸。哎，走，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。为什么呢？这正是背了半个脸的。打败你这不是天真，是无形。通缉动物战斗机偶遇，你比一总一点不值得好。记了啊，你就生气。哎娘，你别生气了，就生吧，反正政策也放开了，想生就生啊。你在这干嘛呢？啊，我跟他说两句话。你冰箱修好了吗？没有啊。没修好，聊什么天儿？赶紧修，修完好走啊。就修。小乔，来，还有一箱。姐，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。怎么了？刚才渴了，没忍住，搁冰箱里拿瓶饮料，给喝了给。小乔，不是我说你啊。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？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，随便喝；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。大过年的，跟你瞎客气啥呢？快点修！儿啊，你喜欢他什么呢？长得好看啊，长得好看呐。那姑娘啊，你喜欢他什么呢？长得好看。猜你这干嘛呀？说瞎话是要遭雷劈。